练的头型脚的非常的好，我感觉找到了新的脚头地方，脚的舒服，然后感觉也非常的好，就好像让我感觉了啊，终于让我感到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一个我信任的脚头发的地方了，让我好心情愉快，心情真愉快，因为脚头发是一个非常让我苦恼的事情，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让我信任，让我放心，让我感觉他了解我，非常让我感觉舒服的地方。好看，脚的确实好看，不难看，不像以前每次剪完头发以后都不喜欢自己，现在找到那种剪头发以后更喜欢自己的感觉，这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剪完头以后的状态，觉得呀，我比以前漂亮多了，好看，这是我希望的状态。每次剪完头以后，终于今天就是这个状态了，心情好，心情太好了。
师买了个礼物，买一个礼物。今天的 shopping 呢就结束了，下次呢我给大家，这个呢是一个礼物，所以呢现在我就不能分享，是一个神秘的礼物。今天的 shopping 呢就到这里啦，然后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吧。那现在呢我已经开车回到家里了，然后呢现在去看看，风特别大，今天能不能把我的这个花再种一些，因为昨天种了一些花，再继续把花种起来。还有不是花啊，好多菜需要种，今天就是菜园子里的菜要种一些，然后女儿可能就回家了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好吧，我先下车吧，而且我这个车呀特别脏，需要擦需要洗呀。走了，大家看看我的车有多脏，女儿在上面写了什么东西的，妈妈你要擦车了，我不知道她画的是什么，就这么脏，风大没有下雨，所以她就是这么脏的车，现在今天要洗车，我最讨厌洗车，但是还得要洗车。洗车呢我还拿了这么多文件，看看，不是文件，顺便再取了信，因为上星期二就没有去，所以今天就要取好多的信，所以这些信呢就有点太多了。我的礼物，走了。今天的心情是绝对好的，因为头发绞得非常的好，心情好。头发绞好了，心情就好得很。我老公说我头发也特别漂亮，说好像年轻了10岁，心情特好，而且便宜，才花了我40块钱耶！上次花了我45块钱，50块钱，今天我花了才40块钱。不是所有的贵的东西有好货，是有便宜的东西也有好货哦。我们家狗狗已经等着我嘞，看看，小王子在等着我，你在等着我吧，小宝贝，王子，你和我说，我回来啦！哎呀，我的心都要掉地下了，嗯，快点，给你吓着了，给你吓着了是吧？好了。哎，把这信息拿下！哎呀，哎呦，一大堆的信，什么味道这里呀？是什么味道啊，箭头？是什么味道，小王子？这屋里太臭了，是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，箭头？我这屋里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，这臭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？街呀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对吗？逛街的时候，这臭味儿从哪儿来的？啊，臭味儿从哪儿？饭不愿意动呀，等